哦，我用资源。先把那个，我先看一下有没有60 FPS。哇，还没，我知道我六零为什么没有60 FPS，我那个环境遮蔽上是开的，然后我关就影像的一个最底下那个设置啊，我关掉之后。马上就跑到60 FPS 左右。吓到我！Helicopter!
helicopter spotted. 我不想再让他们跟他一起死啊。 I got eyes on an enemy helicopter.
Hello。喂。直升机也很好飞。对，很好飞，而且那个你运值如果翻多的话，可以也可以救回来。我没飞运值，我不知道，哎，飞也是好飞啊。对，它都有改。啊，控制错了，什么？连准星都可以自己设定，深颜什么颜色都可以。准星，这个不重要。那个军种的时候，或者是妖色的时候，都可以改。现在什么东西都很好，还不错啊。日早五变比较好飞，很好飞，真的很好飞。它那个很好改，对，跟小鸟一样灵敏。对对对，而且它现在枪支有弹道，枪支有弹道，有有它。他现在更新我几乎全部都透析了。除了地图的还有什么？什么？除了地图的更新还有什么？他地图没。我这个自食器能力值前两个。我终于死一次了。我觉得伺服器原力值1600，看一下不好。没有 ，A82 只一只哎，就是。那个小鸟。哦，那个看那个 log。它有所有的地图。哎。他不是我三九，我骗过你，我才不相信。要按 ESC 啊，可以看伺服器有什么。哎，对，左下角也是。你有什么资料片啊？什么面容？我左下角。你要继续那个设定，然后游戏进阶设定那边看，那里有很多东西。要塞啊什么的，部署时候可不可以看到那个载具上面的那个同伴的等级、工程或者是资源，或者是什么什么都有，透析就对了。你乱显示就好了。点点要塞的属性都可以改啊，所以你喜欢红色、红色、黑色什么的，自己调。我是用亮的问题啊，用暗的会看到。对，白色也看不到，所以我给它改成红色，超亮的。要用亮色啊。敌方打出来的弹道你也可以看得到。那他们说椅子有火力有改，但我感觉不出来。火力我倒是不知道。啊，飞起来没什么感觉。攻击力啊。火蛇火箭的攻击都有感觉，飞起来没什么感觉。看来这反击也是被围剿。然后没动了。我没有飞智慧型火箭，不知道。哎，那还热焰弹的 CD 时间改20秒，原本是25，最早以前是30。啊一。ECN 是22秒。哦，你怎么都知道？哇哈！我自己在飞啊，我现在就在飞啊。哦，是吧？哦，飞直升机的人当然要自己去研究。好了。灭火器就不知道啊，我没用过灭火器，觉得没什么用。破线了，啊，就不能马上回血有没有？对啊，那一定要烧起来才给你回血，很烂，这是只有一半的。我这样子，更新很多咯，你要自己去慢慢发现。哎，我等下会出影片。迷彩那个到时候才会更新，那个经验吧。他现在重点是那个
准新的直升机啊，都有改，直升机也有改。哎呦哎呦，这样不错。然后 A C R 也这样改的吗？默默加入。我这是不是去看门？No, 为什么会这样？会走楼梯啊，不好意思。选项，然后哎、欸，选项游戏，然后往下拉有一个进阶设定，进阶选项，然后就哇，闪一下。自动缩小窗吗？啊，恶心啊！对，我就知道。啊，懒的。是吗？我不知道。啦！还有那个上海的那个直升机重生位置改成那个地上。在大楼上面，地上，对，我记得不在你那个手架里啊。哎，他我记得他之后会把不是拿掉改成小鸟上来。哦，蓝的好帅。哎，摸摸。哎，飞机机，你好。什么 ？I spotted an enemy helicopter.Now taking objective Bravo. Listen up, I have eyes on an enemy soldier. Pass the word through. 我呀！哇哇哇哇哇！我靠，你怎么死？烂熏衣 ，No！ 哦耶！我才刚被救起来，就被他……啊！我靠！哇，真的是。刚刚我看到你被那个狙击兵打死了，对啊，敲碎了，然后一被救起来又被打死，想刀我死死吧你啊！啊 ！Heads up, there's an enemy vehicle east of your location. What the?那个一百五十六，
吓死了。我们带小鸟好了。带小鸟给八点。I got eyes on an enemy chopper. 哦，原来在楼下。那个进阶选项最后一项是什么？没有，你自己慢慢看。那个他好友抬头显示系列，那个他有。没有。哎，牛，在这打。输了，我没够衰。是啊，认赌烂。